赤裸裸的挑衅，警方也不客气，一个巴掌就打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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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赤裸裸的挑衅，警方也不客气，
你太夸张了。女警用手紧压嫌犯额头，对方倒在地上，模样狼狈，但她没再怕，持续叫嚣，不断挣扎，用力推倒女警。我没有呼吸，我没有呼吸，我没有呼吸。他很暗，我看不清楚。说你信不信？我冲过去打你。事发在台北车站东一门，晚上11:30左右，还有旅客等搭车，直接冲突过程全吓坏。当时民众在车站外抽烟，遇上闹事嫌犯莫名靠近，作势追打，两人现在大厅互呛。警方到场盘查身份，对方又失控撞玻璃门踹打远景，导致警察头部耳朵见血，将他以妨害公务罪送办。一男情绪激动，作势攻击民众，警方立即实施保护管束。期间该男极度不配合并攻击远景，嫌犯疑似喝醉才在车站大闹，随即攻击民众还动手打警察，但他闹事地点还在台北车站大厅，就怕更多搭车旅客受害，警方火速逮人。华人新闻张德胜、陆雨欣台北报道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